Yo， 我是 Roy， 所以今天呢，我要拍什么呢？我就要拍一个开箱影片 ，OK？ 因为刚好昨天情人节，我就帮 L'Oreal 做了一个L'Oreal Color Trophy 的2019年的开场的嘉宾的一个 show，OK？、Okay?Okay, so we appreciate, you know, all of you for being our idea artist. So we're all professional. Okay, we are going to give all of you one new piece of Dyson. Oh, wow, this, wow, 真的很开心啊！今天是情人节，然后我帮 L'Oreal 做这个 show， 然后 Dyson 跟 L'Oreal 真的是给我一个 totally 是 free 的一个 Dyson， 还是 Dyson professional， 不是 ？Yes， 我的店里面有舍利戴森，但是那个舍利戴森都是戴森 commercial 的。之后今天我拿到的是戴森的戴森 SS Pro， 戴森 professional， OK。所以待会我要去拿我的戴森了啦。你拿你礼物了，你哇，很开心，我拿到戴森 ，Thank you，Yes，Yes。So， 我的情人节礼物。So after 我完成了那个 show 咧 ，L'Oreal 咧就 sponsor 了我一个戴森的口红。还有那个是戴森 professional 的 ，OK， 其实戴森呢，这风筒呢有两个 version 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啦，这个就是普通的，你们可以在店买到的一个戴森 supersonic， 是比较 consumer 的版本的，然后这个呢就是L'Oreal sponsor 我的那一支戴森 supersonic professional 的。So 这个呢，那给你看一下先。So 在这边呢，有一个 professional 的字的 ，OK。哎呀 ，OK。So 我先开箱这个戴森 supersonic 普通的版本 ，OK。我来开。所以把它打开之后呢，它就是这样的。So 它就有它的说明书了。它的风筒啦，它的这个是拿来放它的风筒的一个 mat 啦，然后就有两个嘴，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嘴，一个比较小的嘴头啦，这个是拿来吹它的卷的 ，OK， 就是把它这样大起来，就是吹的卷的咯，这个就是。OK， 所以普通版呢，它这边下面呢是没有写 professional 的 ，OK， professional 版的 ，OK， 所以 professional 版的话呢，你看这边，它有一个 professional 的字的，就是 professional edition， 是 not for resale 的。所以通常呢，这个 professional 版呢，在马来西亚呢是还没有在他们的 retail shop 那边卖的，这个是special to 给发型师用的，所以他们就叫做Dyson Supersonic Professional 版本啊。所以这个版本其实有什么特别呢？它就是比较轻，如果是普通的版本呢，它就是一个 2.0kg 的。但是这个就是 1.85kg 了，这个就是普通版的跟 professional 版的分别。现在我们开箱开这个 professional 版的，这个就是 professional 版的分别了。你看，它就会比较多东西。然后这个是说明书啦，那个风筒啦，然后。它还有一样哦，这个分别啦，这个是它反滑的 mat 啦，就是给你放住的，这个也是有，然后这个嘴是大的啦，它们两个都一样啦，然后就是因为它是professional 的 version 的关系咧，它这个嘴咧就是比较小跟比较长的。所以因为我们发型师要吹头发啊，要吹卷啊，要做造型啊，所以他的嘴口呢是比较小跟比较细的，所以就比较很容易的把那个造型做得更加完美更加好了。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他有附送多一个 filter， 然后这个 filter 呢是可以这样开的，然后普通版的呢
就是这样拉出来的，是没有的开的。OK，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我发觉到是这个professional 版的这个网呢，它是比较大，然后这个普通版呢，它的网是比较小的。然后还有一个 point 是，为我们这个拉出来，然后这个可以拔出来之后，这个呢是可以拿去洗的。然后这个consumer 版的Dyson 呢是不可以洗的，因为你它这个里面是没有网的，它的网它的肮脏东西呢就很 direct 的会粘在这个 filter 里面。然后 professional 版的呢，它的因为我们在 salon 做工，我们会很多灰尘啊，很多头发啊，还是很多那些造型品啊 hairspray 啊，全部东西呢，然后它这个 filter 的外面这个 filter 呢也是有一个 extra 的网的。然后如果你有那些 hairspray 啊，或者是造型品啊，或者是灰尘，全部会 stuck 在这边。然后呢你这个可以拿去用热水来泡它跟洗它，然后它就会很干净了。但是 before 我们洗之前，它这个 professional 版的还有附送一个这个 ring， 这个 ring 呢来做什么呢？这个 ring 就是拿来插它的，就是把这个塞进去，然后就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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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插了这个 filter 之后呢，就可以拿来这边再把它套进去，就插插插插插插插，所以整个风筒呢就会变得很干净很干净很干净了啦。所以 Dyson 这个还有一个方程我很喜欢的，就是呢它本身有一个 intelligent heat control 的 processor microchip 在这个 Dyson 的风筒里面。然后这个heat control 有什么用处呢？就是讲如果我们传统的风筒呢，它没有这个 heat controller 呢，就好像它在开来吹头的时候呢，它有时候会过热，过热的时候它就会烫到那个头发，就会干掉，就会溶掉。然后有时候我们做了颜色呢，那个颜色本来是很 shining 的，是很漂亮的，然后你用那普通的风筒去吹它呢，可能那个热度呢会把那个头发的颜色就会弄坏掉，就会跑掉，就会跑掉那个颜色，就没有这样 shining 了。那个刚做好颜色跟那个护理出来的那个亮度，那个 shine 已经是不见了。然后这个 intelligent heat control 呢，它就是可以保持那个温度，它保持的温度呢，它没有会超过150度的。所以就是这样呢，它就不会损坏我们的头发，跟可以保持我们头发所拥有的颜色。OK，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呢，如果是传统的那种 traditional 的风筒呢，它就是有时候我们用那个手盖住后面那边风筒的后面呢，那个里面的 coil 呢就会发到很热很红很红很红烧掉。如果我们一直盖住它，我们没有放手一个5分钟15分钟呢，可能那个风筒呢就比较危险，它会爆炸，它会爆掉。如果当我们把这个风筒开了，这样开了，然后我们就把它我们锁住这个 filter，然后它过热，如果它真的很过热的时候，你看它就会停掉，它就会闪，它就会停掉，然后它不会继续的这样热下去，然后它就比较安全，它就立刻停掉。OK， 如果你的风筒是突然间闪这个三个红色的在闪呢，你们如果有买这个风筒呢，其实你们不用害怕的，因为它这个闪一直闪一直闪三个红色的灯呢，就是跟你们讲你们的风筒过热了，所以你们就要把它关掉休息5秒到10秒里面了。 OK， 然后这个灯就没有再闪了，你就可以重新再开过了。 OK， 如果这个白色这边的灯三个灯在闪的时候呢，就代表你的 filter 肮脏了，它就叫你去清洗你的 filter， 因为这个 filter 肮脏了呢，你的风进去呢就不顺跟不多，然后它的 intelligence 这边就会 sense 到，然后就会有那个 signal 给你，是这个白色的灯会一直闪，就是你的 filter 是时候要清洗了啦。 OK OK， 所以看到这里我就要把我的开箱影片结束了。所以在这边我再次谢谢 L'Oreal Malaysia 跟 Dyson
的赞助我这个这样好的风筒。OK， so 今天的开箱戴森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呢，就记得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OK， 拜拜。